秀才，你马呢？鞍马，他跑太慢，我让他先回去了。嗨，哎，咱家告诉你，这里就是锦衣卫的指挥所。哦，来，牵马。天哪！师傅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师傅，你是谁？师姐，师妹，好久不见。师姐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如果我不来的话，岂不是错过了你们男女之事的好戏？师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已经接到内线的消息，我们的计划暴露了。上面让我们提前行动，劫持贤妃。大内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贤妃会提前2天出宫。我们就在半路上下手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今晚就出发，与大内的人会合。报。进。门外锦衣卫总骑马杜大人求见千户大人。他怎么来了？师妹，师父大仇未报，你却躲在这里与男人私会。哎，您就是师伯吧？你就是杨秋池？是我。师伯，我早就听人说您长得美貌如花，我今天一看，一般嘛。什么？师伯，您的九阴白骨爪练得怎么样？什么九阴白骨爪？不知道，我是听说您在练九阴白骨爪。这练九阴白骨爪的人的手形同鸡爪，长得非常变形。我刚才一看您，确实如此。我呢，一直想练这九阴白骨爪，您能不能教教我呀？师姐，师父，是不是你杀的？师妹，你胡说什么？我知道，师父是死于九阴白骨爪之下。我方才看你的手指，弯曲枯槁，肤色煞白，一看就是练习九阴白骨爪所致。师姐，师父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是，我是练过九阴白骨爪，可武林当中练九阴白骨爪的人不止我一个。行了，别乱编了，杀死师祖的凶手就是你。你小子找死！没错，师父就是我杀的。你，哎，虚爷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你有没有发现？这气氛有点奇怪。嗨，大家跟你说，娘娘出宫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指挥所上下戒备一定是森严的。请茶啊。哦，好。马大人。哟，马大人，有失远迎啊。哎，客气客气客气。哎，请请。哎，二位路上辛苦了。不知二位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？马大人，咱家兄弟得到消息，这次娘娘出宫应天府。哎，马大人，不必那么着急。来，有没有尝尝我们当地的新茶呀？客气客气，好茶好茶啊。那就好。哎，这个应天府。3、2、1。哈哈哈哈哈！师父待你不薄，你对得起师父的在天之灵吗？既然人说你是神断，那你就说说吧，我是怎么杀死你师祖的？你蓄谋已久，你一直嫉妒师祖对师父的偏心，所以你早就想杀了师祖，直到师祖闭关修炼的那一刻。
师傅他偏心。我是师姐，凭什么他把毕生绝学传授给了柳若冰？师傅说过，纯阴之功只能传于处子之身。切，你别为他开解了。就算我杀了他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我偷偷学了九阴白骨爪，杀死了他这个偏心的师父。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对了，说起来你还是我师侄呢吧？怎么样，昨天晚上你师父享用的不错吧？你胡说些什么？手脚，没错。阿芙蓉提炼的催情之药，就算你这么冷若冰霜的人，还不是一样被融化了？哼，师妹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处子之身，纯阴功所剩无几，想打败我没那么容易。把师父的寒冰剑交出来吧！休想！这是本门掌门信物，今天我就要替师父清理门户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今天我要请你门户，师妹，下去陪师父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中毒了。像师祖对你一样好。那件事情就当没发生过。可是我们已经是熟犯了。不许你再提。好好，你别生气，你不让我提我就不提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给你去找点吃的来。马大人，这头有点疼。马大人，你谁啊？马大人，我是丁小琪。丁小琪啊，头怎么有点疼啊？这在哪儿啊？这是？马大人，拿水啊！马大人，我们已经被千户大人关了两三天了。马大人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等会儿，秀才啊，刚才我们还跟马大人一块喝茶呢。喝茶啊！马千户是剑门余党啊！马大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贤妃出游，剑门余党要谋害皇上啊！什么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不会谋害皇上？这个怎么办啊？哎，
马哥哥，马哥哥，现在消息传不出去，队长又下落不明，看来仙妃真的要出危险了。嗨呀，还管什么消息呀？让咱俩先恢复一下功力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云儿姑娘还在客栈等着我们呢。师傅，你看，我找回来很多果子，来吃果子。师傅，你不认识路，下不去悬崖的。其实这样子也挺好的，在这个地方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若冰，若冰，若冰，若冰。什么呀，省点力气吧，待会儿就送你们上路了。你都瞅什么？一二三，你个蛋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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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送你们去见阎王！你这贼子，皇上一定会将你们一网打尽，碎尸万段！别吵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！枉我十年寒窗苦读，你干什么？还没有为天下百姓的人，贼子，快住手！却要被烧死在这昏暗的牢房！住手！快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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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夫，怎么样？他阴毒侵体，肺腑只怕有出血呀。还有的救吗？需要些时辰。大夫，无论如何，您一定要把他救过来。好，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大夫，那内子交给你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得先走，我去去就回。哎，有马匹吗？哦，后院倒有一匹马。大夫，这有些银子。不够的，我回头再给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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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啊！哎 ，Hello， 哎，干什么呢？二位官爷，我可以进去吗？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是你随便进的地方吗？赶紧走。二位官爷，其实我哥哥就是里面当兵的，我进去就是为了看看他。你哥哥？你哥哥是谁啊？我哥哥他是秦哥哥吧？莫非是我？哎，我哥哥来了，你们看。哎，马哥哥，他们要放火烧我们！小子放心，咱家已经恢复了一成功力。
住手！不信找不出来，去！哼，你坏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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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蛋！队长，哥，真的是你，哥，哥，你没死，你没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哥哥福大命大，没事。队长，我就知道你没事。哥，是谁挟持了你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队长，他是被抓的锦衣卫，这里已经被剑文余党给占领了。可是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贤弟，哎，马哥哥，怎么只抓了一个？哎。你个蛋蛋面！你要是不说，阉了你！说，我说，我说，他们去劫持贤妃了。哎，他们的计划要提前这就是通往京城的路。下车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娘娘千岁，不必害怕。我们不会杀你的，也不会劫持你。稍后便会将你安全地送回京，继续你的陪王伴驾。那你们这是苗疆特制的蛊毒，和致幻剂配合服下，会让幻觉持续数日之久，它就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好，
那我们就坐等朱棣的死讯。把他的嘴撬开。住手！嗯。住手！爷爷，你们怎么会？马前户，看来阎王爷不收我们，是要收你们呢。快动手！师姐，好镖法，见我云姐还不赶紧束手就擒？给我拿下！马千户，你赶紧投降吧，只要你说出建文余党的下落，我可以请朝廷饶你一死。马千户，建文陛下，臣有负重托，罪该万死。哎，我这是……哎你，哎，你个蛋蛋面，要死你不早死。哎，贤弟，娘娘这是怎么了？她肯定是吃了致幻药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好，那送贤妃娘娘回宫吧。我来扶娘娘吧。住手！小妞，你出手实在太慢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秋池哥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我杨秋池是谁呀？他的小动作当然逃不过我的眼睛。嗯。秋池哥哥，你真厉害！嗯，洒家功力恢复了。这之前肯定是服用了毒药，赶紧送娘娘回宫。若冰，若冰，
大夫，人呢？他醒了之后一个人走了。什么？大夫，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，或者留下什么东西啊？若有未了缘，旧梦不须记。何来的喜事啊？真好。哎，你们是怎么回来的？那个人一直把我们关在山洞里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们给放了。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了吗？没有，他一直蒙着面，没看到。那就好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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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回来就好。相公。芷若。你受委屈了，其实也没受什么苦，那人对我们很好，有吃有喝，我就是想念相公你。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了。谁啊？哦，没谁。公子连日劳顿，喝点热汤，补补身子。听说杀死可云姑娘的凶手已经找到了，公子就放宽心吧。谢谢春芽姑娘。那公子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什么事了？哎，秀才，圣上那边下了旨意，皇上知道建文余党这次挟持贤妃，龙颜大怒啊！而且我已经查过了，建文余党还有余下分子藏在本县。李公公说了，这次一定要彻查清楚。那快告诉队长啊！秀才啊，杨贤弟，他和秦姑娘小别胜新婚。哎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纠结这个？我去。哎哎，秀才，秀才。咱们这里面一定有内鬼。队长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建文余党提前行动，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消息。反正
肯定不是我和安迪阳，肯定不是你。见闻余党又不开幼儿园，哼，安迪阳也不是，我肯定也不是，马哥哥，你也肯定不是。哼哼，那成天的想着在这锦衣卫里面怎么升官发财，而且你还杀了那么多见闻余党，所以你也不太可能是。咱家对皇上那心意可是日月可见。所以这可疑的人只有是你。不是我。聪明的话，你能被他们打？可是，那不是他，还能是谁啊？是内鬼，一定是在我们之间。你看啊，这个金可盈刚被杀，我们通缉着这个涂老四，结果涂老四就被暗杀了。我们刚要去抓这个邓有禄，结果这个邓有禄就逃跑了。这一定有人通风报信呢。可是这个人会是谁呢？宋知县，也应该不是吧？哎，队长，会不会是杨夫人？你妈才是内鬼呢！你怎么骂人呢？那以后怎么办啊？以后我们的每一步计划不都泄露给见闻余党了吗？这内鬼得揪出来呀！这个计划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精心布置，没想到却被杨秋池这个小子一招破坏。说是不是你在他们面前透露了什么消息？我没有，我之前被人劫走了，刚刚回到府里。你莫非对他动了真心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劝你最好用心一点，你娘最近非常想念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的。晴儿，你来了。支持哥哥，别太累了。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。我没事。秋池哥哥，你说劫持我和芷若姐姐的是不是那些见闻的余党？八九不离十，应该是他们。来，这边坐。这些见闻余党真是太可恶了。没关系，等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了，就办我们俩的婚事。好。哎，晴儿，刚才有一个繁体字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你来帮我念念。篡位谋反者，判以诛九族治罪，立时问斩。原来篡位谋反是这么大的罪啊！晴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虽然他们这次的计划失败了，不过他们的人还留在县城，但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真的？有什么事情能躲得过我杨秋池的法眼？见闻余党的好日子不多了。那是谁啊？我们快点去抓他们吧。放心好了，
我已经拟定好了计划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马哥哥，没事儿，情人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啊，贤弟，你嘱咐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可以动手。哦，那就按计划去执行吧。嗯，不过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走漏风声。我说的都是他的原话，现在能把我娘放了吗？放了你娘？放了你娘，你还会替我卖命吗？可是杨秋池他现在已经怀疑我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想什么吗？我要是放了你娘，你就可以和杨秋池双宿双飞了，对不对？青儿，等我帮助建文陛下重登帝位，我就是一个功臣，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明媒正娶你，你和你娘也可以再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你以为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还会再嫁给你吗？你对杨秋池还真是情深意重，想当孝子，下辈子吧。如果杨秋池真查到我们，我看还是暂避一时吧。我有负建文陛下的厚托，本来这次挟持贤妃，复国大业必成，可没想到被杨秋池那小子坏了我的好事。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吗？好，就算要走，我也要先杀了杨秋池以绝后患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杀杨秋池，你们走吧。你就真的那么爱杨秋池吗？好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杀杨秋池。住手！泥娃娃，果然是你！你出卖我！你这人怎么那么怂啊？做了坏事还怕被别人出卖，我这么怂的人我都鄙视你。杨秋池，戴个面具扮超人啊，吓唬我们呢？好公子，别装了，我们都看出来你是谁了，摘起来赶紧，快快快快快。果然是你，杨秋池，我们算总账的时候到了。想跟我算总账，到大牢里再去算吧。上！
责。听我说一句，千夫老夫人去中堂，我和愚昧留在这儿。可这，我的儿啊，娘啊，我的儿啊！这镖上有毒，这毒啊，我可是闻所未闻，哎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就目前的情况看，我只能维持他一天的生命。哎，这以后啊。你快把我哥救活，不然，我就杀了你！快救救我哥呀！怎么办？要是我师父在就好了，他一定有办法救哥哥的。好了好了，玉梅，要不咱们赶快把柳如冰师父找回来。我师父向来都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我上哪儿去找师父？大夫，哦，哥，他还能活多久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最多呀，能维持一天。依我看，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你快醒醒，云儿不要你死，云儿不要你死，哥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。你说如今贤侄病重，好一峰又跑了，这让我如何向上峰交代呀？你这死老头子，我儿子都快没命了，你还想着要向上面交代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姓宋的，要是我儿子真没了，我这把老命就跟你拼了。夫人，夫人息怒，我不是那意思。看来我儿子这一次是真的逃不了这一劫了。那个夫人，夫人，这个贤侄急着自有天下。啊，你不要太伤心了啊！干爹，他不是你儿子是不是啊？其实我早就把贤侄当成自己亲生的了。下次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随他一起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哎，大家都冷静点，为今之计是想办法先把队长救过来啊。说得轻巧，怎么救啊？你倒是想个办法呀！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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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Thank you.
相公，哥，儿子。啊，小旭姐，我哥呢？我儿子呢？啊，相公，哎，你们把相公藏哪儿了？啊，我这先知一定是被郝一峰给挟持走了。我看他这回一定是凶多吉少啊！哎呦，郝一峰，我要剁了你！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队长中毒太深，如今又过了一日，就算是现在找到队长，恐怕也已经……郝一峰，我要杀了你！那个，夫人，请节哀顺变，我自会向朝廷进言。给先知追封官职。哎呀，官职个屁呀，人都没有了，要官职有什么屁用啊你？你赶紧给我闭嘴！娘，秀才，哎，马哥哥，来，怎么样了？没有找到。哎呀，没找到。马哥哥，无论如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秀才，杨贤弟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啊，案犯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哎，已经全部羁押了，跟宋晴在一起，现在正在等朝廷的发落呢。这个郝家整个搜遍了以后，所有人都抓住了，唯独就少了一个人。谁啊？郝倩呐。当时郝家已经整个封锁住了，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你说这郝倩她能上哪儿去了？现在除了郝倩，郝一峰也跑了，而且还有一个邓有禄，也没有被抓到。郝家现在已经整个封锁了，还在仔细的排查。邓有禄、郝一峰也在缉拿当中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哎，宋晴现在在哪里？大牢里啊。这样，队长被挟持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他。云儿，就是哥哥怎么样了？他身中剧毒，现在还被别人劫持而去。也许他现在已经死了。都是因为你，你不光害了我哥，你还害了我们全家。如果我哥真的死了，那我就可以跟他一起走了。秀智哥哥，对不起，男女说话，这还了得呀！太大胆事儿，胆大包天，无法无天了都。
情况怎么样？官府正在通缉我们。我试问杨秋池，杨府一日没有殡丧。我查知杨秋池从家里失踪了。失踪了？大人不用担心，杨秋池中了苗疆蛊毒，这种毒没有解药，杨秋池暂无生还可能。杨秋池，你算是罪有应得了。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娘，老夫人，二位夫人，对对对对对，队长回来了，队长回来了。啊，相公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呀，我吓死你了。相公，儿子，你起来，儿子。娘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，好好的。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哥哥福大命大，没事的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队长，队长，是谁把你接走了？宋姑娘这次涉及的是谋反重罪，朝廷也很难网开一面啊，贤弟。这谋权篡位，诛九族，这不科学啊！哎，贤弟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宋晴宋姑娘的？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去抓邓有禄吗？啊，我们去抓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逃跑了。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人及时通知他的话，那他怎么会逃跑呢？哎，队长，那你是如何怀疑到宋姑娘的呢？这件事情也就我们这几个人知道。你和云儿一直在我身边，只有晴儿，她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。那咱们去宁国府路上遭到的伏击也是他了。那次我们在这儿谈论宁国府的事情，他就在外面偷听。这涂老四的致幻药已经暴露了，那邓有禄一定会杀人灭口。而且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涂老四应该就是建文余党的成员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他要去破庙见郝一峰的呢？这个更简单了。引蛇出洞，我告诉过晴儿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建文余党，很快就会去抓他们。结果没想到，晴儿就真的去通风报信了。我派人跟着他，顺藤摸瓜，就找到郝一峰。阿祖，阿祖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
秋儿，秋儿，秋池哥哥，你还活着，我没事。辛苦你了，秋池哥哥，对不起。愿我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荧光，相皎洁。 青儿，我今天过来，是我发现有问题。我问你，你跟我在一起，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我，对吗？我一开始是为了打探消息，可是我爱你也是真的，秋池哥哥。我自从喜欢上你之后，我就很害怕。 我特别害怕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一定会恨死我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。那你跟郝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郝一峰为什么抓你娘呢？我和郝一峰自小就定了亲事，当我爹去世之后。 他们就已经悔婚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找到我说要重新结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为了利用你和叔父的关系，派我到你身边当奸细。你可以拒绝的呀。我当然不同意，但是他们抓了我娘，还威胁我，如果我不给他们打探消息的话，他们就会杀了我娘，秋池哥哥。 我真的是逼不得已。那他们同意你跟郝一峰退婚，让你嫁给我，也是让你在我身边打探消息，对吗？他们不是真的同意我嫁给你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郝一峰他想娶我，他为了让挟持贤妃的计划能够成功，才想的这个办法来牵制你。他想等计划一结束，就带我离开。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，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。青儿，我还要问你，他们为什么让郝倩嫁给我为妾？为了拉你下水。拉我下水？如果郝倩嫁给了你，那郝家和杨家就是一家人。就算你不帮他们，等出了事也不会害他们。 他们想的可真是周到，让我娶了郝倩，那我就是建文余党的家属了。就算是以后查到他们郝家，我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如果郝倩以后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话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我就想大义灭亲，也没有办法。秋池哥哥，还有一件事。 我是把你们要去宁国府的消息告诉了郝一峰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要半路伏击你们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想给你们通风报信，可是我却被人抓走了。这个我知道，青儿，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谋反是重罪，会株连九族的，你这样会牵扯到你叔父一家的。我对不起我叔父和云儿。 秀池哥哥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贤弟，这个是在郝一峰家里的密室找到的，这东西堆得跟山一样高。这三个瓶子里面都含有罂粟，也就是。 阿芙蓉的提炼物，类似于冰毒，冰毒，致幻药。
他们想用苗疆蛊惑之术迷惑贤妃，用的就是这个药。马哥哥，你派一个锦衣卫去查一下这个致幻药的来源，还有调查一下郝一峰近几年的状况。你个担担面，小弟，来。我靠，行贿啊！我喜欢。在他家找的那么辛苦，拿点好处，人之常情嘛。你说这郝一峰，他会去哪儿呢？郝一峰一定会觉得我中了毒镖，已经死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他这个人要是想藏匿起来的话，会无影无踪。我们想找到他，有如大海捞针。不过此次他挟持贤妃的计划失败，他已经无脸再去见剑门。哼，按照他的个性，绝对不可能坐以待毙。马哥哥，你把我康复的消息散播出去。好，什么意思？走人。简单明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杨秋池没有死。主上，咱们总躲着也不是办法，还是走吧。走？走到哪儿去？你让我当逃兵吗？我已经辜负了陛下的期望，现在只有以死效忠了。主上，你……杨秋池这个祸患，他始终是陛下复国大业的一个阻碍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等着他一起死。杨秋池不死，我死不瞑目。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啊！你爹我快死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？我看伯父这是被吓病的吧。哥，你还懂医术，太有才了吧。这怀才跟怀孕一样，时间久了才会知道。爹，叔叔，你是不是害怕被宋晴的谋反之罪给株连到吧？哥，那我爹真的会被株连吗？云儿，难道你不知道大明律中谋反是十大罪恶之一，是要株连九族的，你都不可能幸免于难。至于你爸，哼，那可能就是千刀万剐。爹，其实也未必。学生，此话怎讲？也不一定。哥，你别说了。其实这事儿吧，叔叔，你在白骨和贤妃一案里面也立了大功，因为没有你的英明和开明，这个案件呢也不可能这么容易的就被破获。没有云儿冲锋陷阵，这剑门余党也不可能那么容易的被围剿。贤侄，你这么说我没意见。所以我想朝廷一定会网开一面，叔叔你不用太担忧。回头我再找马哥哥在朝廷面前美言几句，你呢说不定不会被株连，还会被嘉奖。真的？你好了？我好了。哥，那你娃娃呢？这个就真不知道了。
郝一峰，等候多时了。我刚才那个塑像是准备送到杜莎夫人蜡像馆的，可是被你给破坏了。你知道吗？我那可是在神刀手李木匠的店铺做的。杨秋池，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哼，我破坏了你们苦心策划的挟持贤妃的计划，你已经没脸再见见闻了吧？况且我对你还有夺妻之恨，按照你的个性应该在临死之前孤注一掷吧，没想到你还真的就来了。郝一峰，你现在插翅也难飞了，我劝你缴械投降，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说不定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我受建文陛下厚恩，虽死也绝不会向朱棣那个狗贼屈膝的。杨秋池，你助纣为虐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主上，你快跑！微臣无能，不能再陪陛下完成复国的大业，微臣先走一步。哎，一峰，贤弟，哥，哎，贤弟，三天，三天呐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朝廷已经来旨了，三天之内要抓到邓有禄和郝倩归案。什么？三天？哎呀，这朝廷也太没人情味了，就给三天时间，怎么抓人啊？是不是啊，爹？嗯，时间太短了。一点线索也没有啊！大家看啊，这一次咱们是罪责难逃了。哎，千池，这郝倩失踪很奇怪，嗯，是不是你把郝倩姑娘昂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什么意思啊？这郝倩姑娘是要给你做妾的啊？哎呦，我的大老爷，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了？你是想让我们家也受到牵连吗？我觉得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上天入地。马哥哥，你让你们锦衣卫继续画图追拿邓有禄，至于这个郝倩，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本县。你个蛋蛋面。好，龙子虚，你觉得郝倩去哪里了？龙子虚，我怎么知道？青儿，你跟郝倩那么熟，她还有什么情况是我们不知道的吗？郝倩，她确实有一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。什么事情？邓有禄其实是她夫君。什么？你娃娃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以为这只是个人隐私，跟案子没有关系的。郝倩不是没有成亲吗？对，他们家在没有悔婚之前，郝倩姐姐跟我很谈得来，她告诉了我很多事情，包括和邓有禄的事，说他们虽然没有成亲，但是实际上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那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不成亲呢？因为邓有禄在乡下还有原配夫人，郝倩姐姐又不愿意做小妾。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。青儿，你放心，
我们会尽快找到郝倩和邓有禄的，帮你免去死罪。啊，真的？嗯。上那边呈上去，关于宋晴的稿子，我已经给你呈上去了，但是没有回复啊。大家看呢、啊，主要宋晴这案子跟建文反叛有关呐，你还是看开点吧。哎，那吃坏药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哦，药的事儿，这药来自于苗疆。但是具体的产地在哪儿，咱家查不到啊。郝一峰呢？郝一峰，这个人这两年一直在苗疆做这个关于药品的生意，但是他一没开过药铺，二没有药局。咱家觉得这药可能只是一个幌子，而且这两年他的所有的亲戚全都是从苗疆来的。哎，那我们敢不敢大胆的猜测一下，也许这苗疆就是建文余党的老巢啊，那么也许这些致幻药就是在苗疆研制而成的，而郝一峰从苗疆来的亲信，也许就是建文余党。那么这个药全都控制在郝一峰和建文余党的手里，那涂老四是哪来的？也许，哎，别说涂老四了，我还有一个人没想明白呢。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我想你想的好苦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，要不然你不会在山东救我，对吗？我不是回来找你的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找蓄意狗贼报仇。天下之大，你到哪儿去找他？况且蓄意跟建文余党有着说不清的关系。蓄意跟建文余等一定有勾结，正是因为这样你才不能去找他。现在到处都是建文余党的眼线，你去找他不但找不着，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。若冰，我不想你有任何的危险。你是答应留下来了吗？若冰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帮你找到蓄意。你相信我？我可以答应你留下，但是我不会住在这儿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云儿。那你要住在哪儿？我在山上盖了一间草屋。对了，不许你把我跟你的事说出去。我万一说漏嘴了呢？我能救你，就能杀你。翻脸比翻书都快。
师傅，来，快来，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还记得我们在山上同甘共苦，连顿饱饭都没吃过，好吃吗？不错。如果我说我在里面加了致幻药，会怎么样？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给美女下药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我逗你玩的。其实致幻药吧，除了害人之外，它还可以当做炖鸡的材料用，放到食物里面，可以使食物味道鲜美，还可以使外伤手术患者减少疼痛，只要适量就好。真是这样？嗯。原来你懂得还不少。要不然吃一口？嗯。没有白谈呀，娘。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相公，大喜事。哪儿来的大喜事？芷若妹妹怀孕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当奶奶的事情啊，也就指日可待了。我要当爹了。嗯，当前啊，我们家传宗接代的事情啊，可是非常严峻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一点都不能放松，继续纳妾。娘，这芷若不都已经怀了吗？她一个人怀了怎么够啊？以前我们家小门小户的呀，你说生个一儿半女的也说得过去。现在大门大户的，你肯定要生一堆吧？你看看人家外面那么多员外，哪个不是妻妾成群的呀？娘，我们世人不是牲口，生那么多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计划生育是国家百年政策。呸！计划生育。你真的要能像那些猪啊、羊啊、猫啊生个一窝的话，那老娘真是开心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可以放松。宋晴现在还生死未卜呢。不要提他，他的事可是掉脑袋的事。我跟你说啊，天底下没有人能帮他。哼，还传宗接代，想都不要想。我跟你说，这可都是你告诉我的啊。什么广撒网，多捞鱼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要在其他树上都试试。说得轻巧，可眼下咱哪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啊？所以说，不能坐等啊。我觉得那个柳若冰就不错。娘，若冰，娘你开什么玩笑？柳若冰谁敢娶啊？动不动就要杀人的。杀谁？你个胆子鳖！有你什么事？马哥哥，邓有禄和郝倩是不是有消息了？贤弟啊，皇上有令，三日内把郝一峰全家和宋晴送到京师去问罪。此次去京师，宋晴那是凶多吉少啊，你节哀吧。咱家走了啊。受苦了，云儿，我没事。秋池哥哥，谢谢你还来看我。晴儿，还有三天，你就要被押往京师了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我是罪有应得。秋池哥哥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晴儿今生别无他求。晴儿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怪过你。
九尺哥哥，这是你送我的娃娃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从来都没有让他离开过我。还有这个，是我娘送我的玉佩，我把它送给你。秋池哥哥，愿我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流光，相皎洁。秋池哥哥，秋池哥哥，秋池哥哥，杨先生，我要提审罪犯宋晴。杨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这宋晴可是朝廷的谋反重犯，隔日就要押往京城，你要是把他给带走了，我怎么交差啊？这位大哥，来，过来。不要声张，把人给我带出来。是，快把门打开。是是。秋池哥哥。来，把它换上。什么？快点！快呀！哥哥，这什么地方？赶紧走。哎，秋池哥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别问这么多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秋池哥哥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爹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回来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听说你提审晴儿了，晴儿呢？我把他给放了。啊？什么？放了？嗯？为什么呀，哥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？我知道啊。不是，先生，我知道你跟晴儿这，可是，私放谋反重犯，这可是重罪呀。贤弟，你捅大娄子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用追了。我已经放他很长时间了。那个见闻余党的邓有禄和郝家的郝倩抓到了没有？
启禀皇上，还没有。哼，皇上，杨秋池一定有办法抓到两名逃犯的。这个杨秋池仗着朕的恩宠任意妄为，居然敢私自释放建文余党，他真的以为朕不舍得杀他吗？皇上，既然还有两名逃犯没有抓到，建文余党也没有完全剿灭，敌酋行踪未知，留着杨秋池怎么？你要为杨秋池说情吗？不敢。我堂堂大明，难道离了杨秋池就真的不行了吗？恕微臣失言。这一次，朕绝不轻饶杨秋池。哥，你就是鬼迷了心窍，为了他，你什么都愿意做。我不能看着泥娃娃去死，我和他情真意切，我做不到。队长，为什么？哼。哎，这是，哎，杨大人这是疯了，疯了！反正早晚都是死，还不如此时，我们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啊！庆祝什么呀？庆祝？你还有心思庆祝？你，不是贤侄啊，你没事吧？此时不庆祝，何时再庆祝？难道我们要去和阎王爷一起庆祝吗 ？Let's go！死了都要爱，走着。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，感情多深，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。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，感情之深才精彩。好。好，好，上！我来，我来一下，来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明天都见不着了，今天你还睡觉啊？恨到归时方始休，哎，喝酒，归时方始休，喝酒没酒？两万晓风残月。尽孝有酒尽孝醉，我来。你睡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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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等一下，阿祖，还喝吗？啊，等着，等着啊。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的绝密收藏，从哪来的？从涂老四他们家来的。你不觉得这个颜色、这个款式，还有味道？都特别正点吗？等一下，上面还有首诗呢，我念给你听啊。君之妾有夫，赠妾双明珠，感君缠绵意，寄在红罗褥。哎呀，我也没有几天活头了。阿祖，给你吧。阿祖，你不觉得这个特别像是一个深闺怨妇啊？不对，
是一个美妇写的思念外面情郎的诗吗？嗯，你怎么了？一副深情郎的样子，难道这说的情郎就是你吗？干嘛不开心？哎，阿祖你又怎么了？不就一件衣服吗？那天天疯疯癫癫的，哥哥，快醒醒！哥哥，醒醒！怎么了，云儿？哥，泥娃娃，泥娃娃他被抓回来了。不是被抓的，是投案自首。他人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应天府大牢。哎，哥。晴儿，秋池哥哥，秋池哥哥，晴儿，晴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为什么要来自首呢？秋池哥哥，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去遭受私放之罪。晴儿，秋池哥哥。这辈子我能认识你，得到你的垂爱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就算死了也心甘。秋池哥哥，不要再管我了。你放心，晴儿，秋池哥哥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春阳，你让龙子虚来一下我的房间，我跟他有要事要商量。我找不着他了。啊？什么？他失踪了吗？从昨晚到现在就没见过他。靠！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这家伙去哪儿了？哎，到处都找了，找不到秀才。这龙子虚到底跑哪儿去了？难道跟郝倩一样，飞了？跟郝倩一样？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嗯，哎，哥，你怎么了？春阳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龙子虚有什么异常的情况？异常情况？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事。什么事？他身上有好多伤。伤？什么伤？都是旧伤，好像是被鞭子抽的。我好像明白了。来，安迪阳，闻闻。那边。
这龙子虚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密刀！怎么还有一道门？这一定有机关，这机关在哪儿呢？我们找找。贤弟，我逗你们玩的。啊！哇，好厉害！走。啊！啊！啊！我啊！啊！舒服吗？舒服。舒服吗？舒服。爽吗？叫我女王大人。女王大人。好贱。爽不爽？龙子虚。姐姐，你赶紧离开吧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儿。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，你们接着玩，接着玩啊！好大小姐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说，是不是你带他们来的？我，不是我。好姑娘，找你找了好久了。杨公子，你就是杨秋池。哎，我就是。你应该是邓永禄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们是来找我，还是找龙子虚的？其实我们是来看戏的，好嗨呀！队长，放了他吧。龙子虚，你不知羞耻！你们是来抓我的吗？郝大小姐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认识金可盈姑娘吗？这个贱人！哇，这么恨她呀？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就找涂老四杀了金可盈姑娘，后来你又让邓永禄杀了涂老四，对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那好，那我来给你捋一捋，我给你说明白了。先说说你跟谁呢？先说说你跟龙子虚吧。我跟他有什么呀？因为我在涂老四身上发现了你鞭挞的痕迹，我当时就不明白，为什么这鞭挞的痕迹不轻不重呢？今天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忽然明白了。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涂老四跟郝倩有关系？其实，还跟另一个人有关系。队长，阿祖，我知道这有关你的隐私，但是，哎呀，这郝大小姐不是想知道吗？我们得说清楚啊。再说，这都是咱们自己，没事的啊。什么？什么隐私啊？其实那次我去郝家赴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不太对劲。明明他的丹青就是你指点的，可是你们在饭桌上装作不认识的样子。我当时心里就琢磨，你们两个肯定是认识的，不过你肯定是惹郝大小姐生气了，郝大小姐不理你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对不起郝倩小姐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你应该是把郝小姐惹得不爽了吧？哼！后来我在春芽那儿知道，你的身上也有鞭挞痕迹，应该是跟这个邓永禄还有涂老四身上的一模一样。不巧，我们今天在外面看到了此情此景，我真的是脑洞大开，一下子全部都明白了。阿祖，你应该之前是跟郝小姐相爱过。这郝小姐喜欢 SM， 你呢？因为爱情，所以就顺从她。但是后来，你的自尊心战胜了你的爱情，你反抗了郝大小姐，
你不愿意，你挣脱，你离开了，这郝大小姐当然不爽了。尤其是你还找了金可盈之后，这郝大小姐就更不爽了。可盈姑娘，那边热闹，咱们去看看。好啊。好你个龙子勋，我连一个妓女都不如。阿佐，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关你的隐私，但是为了找出真凶，你是唯一的证人。为了给金可盈姑娘报仇，你必须出来作证。芊芊，我问你，金可盈是你杀的吗？没错，在我认识金可盈之前，我和郝一峰是很好的朋友，我经常出入郝府。就这样，久而久之，我就认识了郝倩。我教她吟诗作画，并渐渐爱上了她。可不久之后，没想到她把我带进了这间密室。我既然爱她，就只能答应她。可后来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拒绝了他。后来，我认识了金可盈姑娘，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。那个贱人，人尽可夫的贱人，他有什么好？我有什么比不上他？你说，你说。他虽然是一个青楼女子，但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我们之间发乎情，合于理。他从来不会让我做这种特别难过的事情。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让我不会忘记我是一个不为圣道的读书人。你胡说！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跪在地上学狗叫的啊？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在我面前舔我的脚趾头啊？你忘了你是怎么苦苦哀求我，让我用鞭子打你的啊？读书人！别说了。怎么心虚了？这都是你逼我的！你放屁！我怎么逼你了？你跑到我家里来，也是我逼你的吗？吃饭的时候，你用脚踩我的脚挑逗我，也是我逼你的吗？你跟我谈情说爱，说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，也是我逼你的吗？郝大小姐，那你现在算不算承认你指使涂老四杀了金可盈姑娘？我承认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涂老四，更谈不上什么指使。我刚才说的只是气话而已。